那我们现在线哈、哦，大概就是说每一颗线大概称在12.5公克，12.5公克，所以你们那边中上的线大概就是可以做6颗，刚刚好是12颗，那我再把它称12.5。正常裂开，你说上面是不是？对，我的裂好开了，它一定会裂开，但是它。